我们的目光看来他们更换了交换地点。古英雄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 为什么突然更改交易地点？等会儿再告诉你。李有光呢？我说过，如果李教授有半点闪失，我会在李福田身上找回来。这些伤都是在你说出交易条件之前弄的，不能算我违约。 我要的人呢？就在李福田手里，是吧？走。谢谢你跟尹万成的研究。你不配和我说话。哼！哎，快打开看看。你怎么能把我跟尹万成的毕生心血都交给这些歹徒呢？李教授，咱先不说这个。你们应该谢谢我。你说的对。 表示我们的感谢，我们会快点动手，绝不会让你们感受到一点痛苦。或许我应该说的更明白点，让你们谢谢我，并不是因为我给了你们想要的东西，而是因为我救了你们一命。我想这个时候，复兴社的人应该已经把大同商社拿下了。顾英雄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更换交换人质地点？是的，别跟他废话，打吧！一个不留，全部送上西殿。 收拾你！傻蛋！哎！快跑！快追！ 没事吧？哎，曼曼呢？你说他们会成功吗？放心吧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嗯。他娘的！ 一会儿他就跑了，还有用，还有用。嗯，快快快，捡资料，是，还有用。现在播报国际新闻，据悉，国际文化组织收到一封匿名信。 信中揭露了一个直属陆军部的神秘组织，暗杀了中国历史学家尹万成。我们强烈谴责这种破坏国际文化的卑鄙行为。王八蛋！教授，怎么了？这些研究资料的数据全都被修改了，我们的。
的行动失败了。古英雄，你个王八蛋！虽然这些资料的数据被改了，但是理论基础还在，相信你有能力攻破它。君宝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哎，他们上当了。哎，他车来了。来了。曼曼。爸爸。曼曼。曼曼。爸爸。李教授，船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走。顾英雄，你是好样的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送你们一句话吧，希望这句话可以激励你们一直做对的事。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保重。谢谢你。谢谢你帮我找回我的父亲，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原谅你的父亲。嗯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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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，保重啊。再见，你们保重。再见，再见，保重，再见，谢谢你们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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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保重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小燕，小燕，来尝尝我的，挺好吃的。我的，你做的什么？我做的这个凉拌菜呀，来。嗯，那怎么样？差点味道，再加点盐。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。嘿，喝酒，喝酒啊！哎，行，喝完，喝完，别喝了，我都喝了一杯了。喝完，走，走，来，哎，都喝光。玩啊，不敢玩了。老爷，嗯，吃饭了。啊，刘妈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刘妈，哎呦，好了没有？少爷呀，我们可想死你了，你终于回来了呀！哎呦，快坐啊！你胖了吧？没少吃好吃的啊！是妈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刘妈，快夹俩菜。哎，好。刘妈，做完了一起吃啊！哎，你先吃啊！去吧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妈，还给我们带了礼物。坐下吧。你还好吧？好，好。还说我呢？我看你都瘦了。哎，爸。哎，儿子叫你呢。啊，哎。
我给你还有妈带了点点心回来，一会儿你们尝尝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来，少爷请来，多吃点啊，饿坏了吧？快吃啊！哎，不不不，我还有俩菜呢哈，你们先吃。英雄，就热吃。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妈，你也吃。来。社长，您找我。看到这幅画了吗？这应该是达芬奇画的《最后的晚餐》吧？是的。不知你注意到没有，画作之中背叛者的表情。您是指犹大？在艺术作品当中，背叛者都很惊慌失措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在画家们的意识里面，背叛者都应当为自己卑鄙的行为感到羞愧、惶恐、忐忑和无地自容。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，那只是普通人的想法，而在真实的世界里，尤其是我们的世界，背叛者比正常人还要镇定、悠闲、怡然自得。我们才是真正的背叛者，多年前曾为日本人效力，多年后又变成了法利坦的骨干。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识时务，不管面对多么残酷的社会，都能够游刃有余地活下去。说得太好了。谢谢。这才是特务的真谛，不一定要为哪个政府服务，只要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，就可以让雇主满意。社长，精辟。今天我们将会见到另外一个背叛者。哦。黑妖。黑妖？你听说过吗？是的。据说黑妖身份极其特别，一直是与在巴黎的法利坦总部单线联系。是的，鉴于此次任务重大，总部直接将黑曜的关系与我们对接，为的就是消灭特别行动组。你的心里充满了仇恨，总部是不会将一个小小的雇英雄和特别行动小组放在眼里的。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顺利地将张士诚宝藏挖掘出土，远离中国。可是特别行动组不出，就很难完成这个任务。这一点我和你的想法完全一致，不过你要知道，消灭行动小组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，而不是报复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社长。我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特别行动小组，还有复兴社。复兴社直属民政厅，势力很大，然而这些人却比孤英雄和特别行动小组来说要好对付得多，因为他们与孤英雄有着本质的不同。哦，有什么不同？这些人是可以收买的，而孤英雄却不可以。不能收买的人就要消灭他们，这是交易法则，这才是特别行动小组即将覆灭的原因。李队长，你要知道，仇恨会冲昏你的头脑，令人不能正确的思考。社长，我明白了。好了，你准备一下，黑妖马上就要到了。喂。好的，我马上下来。黑妖来了，在一号贵宾厅。好。Thank you.
林社长，久仰了。这是总部的电文，从今日起，由我和你直接联系。费利塔运通俱乐部，海上达人和富豪们聚会的地方，这里太显眼了。我是最后一次到这里来，今后如何联系？ 奇了怪了，这天照社自从撤离大同商社之后，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怎么还是没有线索？暴风雨来临之前，往往是最宁静的时刻。你说天照社会不会已经找到宝藏了？尹教授绘制的藏宝库坐标和宝库入口图在我们手中，而天照社手中只有李教授绘制的藏宝库内的巷道图，没有我们的坐标和入口位置，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宝藏。那我们可以去找啊，先他们一步将宝藏拿出来，不就安全了吗？ 如果我们能够将宝藏取出，你认为交给谁才会安全？傅行生。傅行生那些人，我看就是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总觉得他们做事情鬼鬼祟祟的，一点都不光明正大。嗯，我觉得苏慕云算是其中的优秀分子。说得不错，如此大批的宝藏，绝不能起出，深埋在地下才是最安全的。嗯，就知道当时加入小组的时候，你说要分我一部分宝藏。 根本就是在糊弄我呢！怎么，你还真想要啊？这宝库里面可都是国宝，拿在手里边不怕烫手啊？你讲的有点道理，国宝是有灵性的，到了我们凡人手中，说不定还真能着了什么横祸。只要这笔宝藏留在中国，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而不是要将它出土啊。嗯嗯，我看秦刚也是这个意思。是啊，秦刚是共产党，就从对这批国宝的态度上来看，共产党。 就比什么复兴社、民政局强太多了。你看，共产党只要求将国宝留在中国保存好，复兴社的人呢，天天想着怎么把宝藏挖出来。我看他们是想将宝藏据为己有才是目的。话说的没错，我觉得那个苏明山也是这么想的。嗯。啊，眼下，天照社这些人销声匿迹，恐怕又在酝酿什么阴谋。老郭，老郭，秦刚来了。哎，秦大哥来了。 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怎么一沾秦刚就疯疯癫癫的？哎，秦大哥，你看小英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串门啊？哎，我找英雄谈点事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洋楼里少了几个女人，怎么这么冷清啊？少说风凉话啊！ 我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就盼你来的。如假包换，假一赔十。哎，老秦呐，小燕的脑袋刚刚被房门挤了一下，神经大错，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了。不是我，哎呀，你的脑袋才被门挤了呢。那怎么很？他没吃错药，以为搭错神经，是你自个儿把醋坛子打翻了。哎，哎呀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屋子里打翻醋坛子的不止我一个人呢？要是还有个姓苏。 苏的女人来，这个屋子里可要预防感冒喽。满嘴怪话，什么叫预防感冒？预防感冒，预防感冒，就是要在屋子里熏醋，那这屋子里不到处都是醋味了吗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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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明山高升了，调到南京出任民政厅副厅长，接替他的人叫刘慕天。这个刘慕天是什么来头？听说此人曾经是国际谍报处的特务头子，后来被苏明山调到了民政厅。哦，
国际谍报处。看起来，这个刘慕天受过美国人的训练。嗯，一点不错。他曾经在美国海军谍报处驻上海分站，专门接受美国人的训练。说的没错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社长谁来做都没什么分别，换汤不换药，都是同一副嘴脸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副社长是由谁来做吗？哼，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，苏慕云。判断准确。哼，他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你看这个，哎呀！三年了，又回来了。初座，快请进吧，社里人都等着迎接新社长呢。通知社里的同志，今天的迎接会取消。啊？取消？是的，取消。柯社长，您刚到社里，总要和同事们见见面，熟悉熟悉吧。我不赶时间。最关心的，就是苏明山苏厅长交给我的任务。您说的是张士诚宝藏？苏厅长对这批宝藏很感兴趣。这批宝藏是元末的文物，真正的国宝，难怪苏厅长这么上心。嗯？社长，怎么了？社长，您笑什么？苏明山真的想要保护这批国宝，那苏厅长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件事情？目前共军节节胜利，东北华北相继沦陷，我看着江南半壁也难以保存呐。可是中央社天天在说江南防线固若金汤啊。什么固若金汤？天天吹牛。共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苏北一线集结，江南大战即将开始。您看国军能胜利吗？你说呢？就目前局势来看，应该很困难。江南沦陷，南京上海变成孤岛，还能守得住吗？所以大家都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啊。后路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俗话说，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。只要找到张士诚宝藏，将其出土，换成大量黄金拿在手中，远走高飞，管他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，只要有钱，到哪儿都是皇帝。啊？您是说苏厅长要私吞宝藏？嘘，轻点。眼下是乱世之秋，谁还管得了这批宝藏？正是下手的好机会，苏厅长也是看准了这一时机，才主动向政府请缨，由我们复兴社侦查此案。米山呐，哎，你跟了我十几年，对我是忠心耿耿，正因为这一点，我才会将苏厅长的意图对你和盘托出。你要全力配合我，完成苏厅长交给的任务啊！请社长放心，米山对您忠心耿耿。只要社长发话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临来之前，苏厅长指示特别行动组屡次与我们复兴社作对，桀骜不驯，难以收复，要我们彻底消灭他们。只有消灭了他们，才能全力对付天照社，否则两线作战很难成功啊。社长高见。
这些天我负责收集资料，发现特别行动组中有一个人特别眼熟。哦，是谁？罗秋如。罗秋如，就是他。几年前我在军统时曾与上海站副站长杜文宏搭档，他牺牲的时候将他的一个单线联系人交给了我。 好像就是这个罗秋如，但不叫这个名字。好，非常好。你马上前去调查此事。是。处座，进来。苏副社长，有事吗？我已经通知了社里的同志，今天的欢迎会取消。谢谢。 处座轻车简从，不是铺张，实在令人佩服。临行前，苏厅长谆谆教导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消灭天照社，将张士诚宝藏安全出土交给国家。因此，还是先忙正事吧。至于欢迎会，还有的是时间呢。处座高见。据目前的资料显示，我们除了要对付天照社之外，还要对付特别行动小组。据苏厅长讲。 特别行动小组虽然是民间组织，却比天照社还难对付。可特别行动小组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，保护张士诚宝藏。不，保护国宝唯一的合法机构是我们复兴社，而不是特别行动组。我绝不会允许一个觊觎国家宝藏的民间组织在上海横行。如果他们继续我行我素，那下场只有一个：被彻底消灭。处座。 处座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？特别行动组并没有想将宝藏据为己有啊！我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。苏副社长，据苏厅长讲，特别行动组组长顾英雄是你的老朋友，这件事你可要多上心呢。处座言重了，我跟顾英雄不过是普通朋友，但。 我会尽力的。你来了，有事吗，苏副社长？你都知道了，好事不出门嘛，坏事传千里。 你是觉得我做复兴社的副社长是件坏事吗？不管好事坏事，至少这是你的愿望。说吧，苏副社长，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特别行动组不要再插手宝藏的事情。哦，为什么？你不用问这么多了，你要知道这样做是为你们好，就够了。哼，苏副社长当官没几天，这官架子摆的倒是挺足。我想你明白。 保护张士诚的宝藏是我们的职责，也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，因此，我们绝对不会放弃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啊？实话告诉你，复兴社的新社长刘慕天已经放出话来，保护宝藏是复兴社的责任，而你们不过是民间组织，无权插手此事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，他就要消灭你们。他与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消灭我？恐怕这件事。 又是你干爹苏明山的意思吧？不用管是谁的意思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复兴社早就想灭了你们，正愁找不到机会，所以你还是不要再多事了。哼，这个姓刘的不是被人当了枪使，就是别有用心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如果他想灭了我，顾英雄和特别行动小组随时恭候。但是他想让我们放弃，没门儿。 顾英雄。
怎么了？是不是听赵社有什么消息啊？是听赵社的频段，听赵社出现了，快去叫顾大哥。好，英雄，快，听赵社的频率出现了。走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啊！勘探设备于明日抵达杨金邦码头。勘探设备？难道田兆社已经发现藏宝库的位置？如果发现藏宝库的位置的话，那还需要勘探吗？哎，关心则乱，是我判断失误。这么说，电报没有加密？是的，使用的是普通密码。嗨，管他加密不加密，不加密不是更好吗？看着更方便嘛。哎，我说老顾啊，咱们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突袭码头，把这批设备给他炸了，让天照射白忙活。徐宝说的对，这种事情我们最在行。嗯，我现在啊就去做他4728个炸弹，把这帮龟孙子都送上天去啊。等等，哎，怎么了？目前天照射只掌握了藏宝库内的各个巷道暗门的位置，却并不知道藏宝库的具体所在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运送勘探设备的主要目的。就是说，天照社要利用这批先进的勘探设备，勘探出藏宝库的具体位置。嗯，你说呢？嗯，有道理。嗯，天照社的势力遍及全世界，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也是世界最先进的。一旦他们将设备运到指定地点，藏宝库的位置很快会被勘测到。所以呀，这些设备就不能落在天照社的手中，赶紧把它给炸了，否则后患无穷啊。哎，徐宝，啊，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刚才说了这么多，这么重要的设备运抵杨金邦码头，对于天照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就是重要啊，要不重要咱还不炸它呢。徐宝，你少说两句。英雄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如此重要的设备抵港，如此重要的电门，连密码都不加，只用普通电码就传送电报，这可与天照社一向谨慎小心的风格大相径庭啊。这是个圈套。圈套？现在下结论有些为时过早，我看咱们不如先到码头探探虚实再说。嗯。一共有7间大库房，只有锦西头那间有人看守。我看看。没错，那座仓库紧靠码头，大门朝着西边，而且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人站岗，把守严密。哎，我看看。来了艘快艇，是林黛青和林无酒啊。真是他们！哎，给我看看。哎，他们朝西头的仓库去了。他们进仓库了，仓库里有问题。这么说，小燕截获的情报没错，他们确实把设备藏在这儿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炸了它吧！
要百分之百确定才能动手。啥意思啊？什么叫百分之百确定？就是要亲眼看到设备才行。哦，那就得进仓库啊。你带警官证了吗？当然带了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走走。糖果嘞，糖糖啊，太散嘞。来，去吧。一会儿你可要多加注意。没事。一会儿看我的。哎，到了。站住！你干什么呢？兄弟，巡查大队秦刚到里边找你们卸货科办点事儿。啊，长官您好，进大门右转就是卸货科。啊，辛苦了，来拿着收。不不不不，拿着。谢谢长官，辛苦了。来走。